大家好，时隔14年重新从零体验五开，我是小咖，这是我五开养号的第51天。今天正式开始更新百级四孔装备，一下无法选齐五个号的，所以遇到合适的就直接在藏宝阁秒下来了。先每个号凑齐2件四孔装备再说，尤其是固伤门派、固伤符石，对于秒出去的数据可是有很大的提升。因为后期打算继续升级，还是会换掉，所以选择的也是最基础的四孔装备就行。我们区这种垃圾四孔百级装备在藏宝阁一般在80到100元左右，区里也有卖的，一般就是1200万梦幻币一件，遇到便宜的有时1000万梦幻币也能拿下来。我决定更新的当天区里买不到，所以为了省事装备也好选，就直接在藏宝阁摘了。这种四孔装备对于固伤门派的输出影响还是很大的，打好符石2件凑齐后，刷任务能提升不少效率。但是法系和物理系两个号我打好符石后却感觉不怎么好用，不知道是符石选错了还是怎么的。用了一段时间后，我觉得不如固伤符石提升的直接明显，甚至觉得用来刷任务打这种符石完全不划算。下期我们开始更新虚拟宠，我已经看好了一只。好吧，本期视频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